判官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阳间有瘟疫，会死大量牲畜，生死色上不是早注明了吗？为什么会秩序大乱？回燕王的话，臣不才，虽然派了大量的人手，奈何亡魂太多，臣等失职。哎呀，你真是糊涂！现在不是叫你认罪的时候，你呀，赶快把这件事情给我处理好，起来吧。燕王。 就算处理好这里的亡魂，恐怕事情都不能彻底解决的。什么？因为阳间还有大量的亡魂涌下来吗？还有大量的亡魂闯入地府？是原阳间有个禽兽大夫叫孙子楚，他呢是专医禽畜的百病，他是一个高手啊，但他被奸人所害，如今人在地府了，阳间的禽畜。 当然无人救治了，所以死亡的数目就大增。哎，燕王，臣真的是无能为力呀。这里的事情你不管，那叫谁管呢？小鬼怪被燕王阎王分忧。燕王，只要你肯放小鬼恩人孙子楚和赵阿宝二人还阳，小鬼可助阎王收拾木下残局。大胆！你这小鬼竟敢趁乱要挟本王，扰乱朝纲！来呀！哼！ 把这小鬼押到阿鼻地狱，永不超生。是，阎王，千万不可押到阿鼻地狱啊！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小鬼是地府的擒住之首，如果没有他，地府会更加乱呢。更重要的是，如果这件事传出去，会有损阎王的威信呐。把他押回来。说。 你有什么办法？回阎王，小鬼可让殿中鸟兽离去，解阎王燃眉之急，让阎王重整地府秩序，再请阎王放小鬼恩公还阳，让他们处理人间禽畜疾病。嗯，这是一个办法。不过，又关那个赵阿宝什么事啊？哎，你要知道，我们的元王公正严明，绝不滥权呐。 此中内情不说不知，孙子楚对那个赵阿宝那是痴心一片，如果赵阿宝不能同时还阳，那休望孙子楚肯期而去。陆判案，臣在。刚才的戏演得不错呀，臣只是说真心话。你跟他们。 分明是一伙的，你们早就有预谋。臣之罪，臣是逼于无奈，所以才出此下策。臣只是想让世人知道，善恶有报。哼，你这小小的判官，竟敢教本王做事啊！臣不敢。哼，待会儿我看到的，与你们刚才所说有半点不合，那你就预备张大嘴巴。 割舌头吧！这个流光火焰可以照出阳间的一切，待会儿一切真假自会知晓。 那点吃的，行行好吧。给。哦。少爷，别打我！不要打我！不要打我！少爷，是我。是我。二叔娘，救我！啊，我是来带你走的。 师傅大人收钱了，嘘！立刻跟我走，没人能看到你。驾！驾！驾！怎么样？
这冰西瓜好不好吃啊？好吃。真是委屈你了。吁吁！哎，干嘛停车？前边有个送葬的队伍经过。哎呀，送殡是什么小事？快走，快走，赶快走！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乳娘，我已经够倒霉的了，让一让他吧，我不要跟死人争路啊。还是我们少爷头脑清醒啊。哎，乳娘一心只想让你赶快回家休息，就没想到这一点。笑什么？我看上天都替你不值啊，要用这种方法接你回家。什么？你知道那个姓孙的是什么人吗？孙，不会是孙子楚吧？就是他。怎么样，还喜欢乳娘送你的这份礼物吧？乳娘，你把他弄死了。他把你伤成这个样子，还跟你争女人，我当然要好好教训他了。可是杀人会不会？哎呀，小小贱命算不了什么，少爱，你不要一妇人之仁嘛。怎么，你对乳娘的茅山术没有信心？你怕官府会来找你的麻烦？不是，我只是没想过要杀人啊。哎呀，我的好少爷，你从小到大就是心地太好了，所以所有人不把你放在眼里。这回啊，要杀鸡儆猴，让所有人都清楚，谁敢欺负你就嫌命长，尤其是赵阿宝，不知好歹。岂有此理，世上竟然有这样的恶人，自是会点法术竟然草菅人命，简直是无法无天。判官，臣在。把上次算拿来，本王要亲自审判。领旨。这个苗婆十恶不赦，也得严加惩治。臣罪该万死。算了算了，没什么了不起的，剩下的事你把它办好就是了。领旨。判官，阎王爷已经那么生气，为什么你还能笑得出来啊？我为什么不笑啊？你们看，啊，把我这一页撕掉了，那我怎么办？生死册上都已经没有你的名字了，那你说呢？你怎么办啊？你真是孙痴啊！哦，还阳。小心啊，可千万别忘了贝贝啊。你也走一趟，送他们回阳间吧。我也可以去。知道你对主人忠心不二，由你去帮忙也是件好事。你就助他们一臂之力。多谢阎王，大家都知道你这次是有意放过他们，对你好感激呢。万事不离一个礼字，如果在我们这儿也不讲道理，这天下哪还会有安宁？不过我也不能逆天而行，做事太过。结果如何，那要看他们的运气和造化。Thank you.
间再见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我还没死呢，放我出来！放我出来！救命啊！鬼啊！自主啊！你们俩在冲动了！哎呀，少爷，有什么事？俊宁，啊，贵，贵，是我哎，俊宁。有什么话你去交代吧。交代你个头啊，我是人，你看清楚了，我不是鬼，是我呀。喂，你摸一下我下巴，摸呀。真的是人啊，对不对？摸够了没有？真的啊，贵，你少爷，我复生还阳了。真的少爷，哎呀，耶，怎么来了？阎王爷叫我和判官一起送你来还阳。那我们走吧。你看到了，如果你真的死了，你以为可以解决一切，但这样做很自私。你只是把痛苦留给疼爱你的人。我知道错了，主人，你快点还阳吧，别再让他们伤心了。阿宝，阿宝，你醒了！阿宝，快去叫大夫过来！快去！阿宝，你没事吧？爹，我没事。哎呀，你没事就好啊！都是爹不好。爹以后啊，再也不管你的婚事了。你想嫁给谁就嫁给谁，只要你不再做傻事了，啊？真的吗？哎，是啊，还有什么比你开心快乐更重要的呢？只要你不去寻死就好了。爹，哎，姐姐，害你们担心了。哎，老爷，有人来找二小姐。啊，一定是子楚。你到这里干什么？这里不欢迎你，你走。我给你们报喜来了。我们家少爷愿意娶你们家阿宝做老婆，你们准备准备。荒唐啊！我们阿宝是绝对不会嫁给柴少安的。我决定了。你有什么资格决定我的终身大事？我就是死也不会嫁给柴少安。你干嘛那么铁石心肠？我们家少爷对你一往情深，你别那么没良心好不好？如果你真的对他好，就应该给他找一个喜欢他的人，而不是纵容他胡来。你敢教训我？少爷给你小小的教训你忘了？要不是怕我们家少爷伤心，你敢这么跟我讲话，我就得好好的再教训你。你这个婆娘也太无法无天了，你真以为有才可以通神？你这次贿赂官府救走了柴少安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？我只是不想多生事端，不跟你计较罢了。不过我告诉你，你如此纵容柴少安，他肯定没有好下场。爹，你没事吧？爹，我，哼，谁敢再诅咒我们家少爷，下回就没那么便宜了。子楚，阿宝，子楚，哎，阿宝，阿宝，子楚，啊，你竟然死而复生了，看来你还有点福气啊。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福气，但是我知道，至少这天地间还有正气。
别以为逃过这一劫就可以教训老娘了。我是见神杀神，见鬼杀鬼，谁敢阻挡我，我就对他手下无情。原来又是那个道士，还有一只畜生，两只幽魂野鬼竟敢在光天白日在人间走动，哼，想必在阴间也有点地位吧。听着，人有人道，鬼有鬼道，我们阳间的事就是阎王老子也管不了，你们别不自量力了。岂有此理，这臭婆娘又在大言不惭，教训他！你，哎呀！哈哈，这就算送你们回阴间的小小礼物吧。你们要是还想回阳间做人的话，就乖乖的走你们的阳关道，否则让你们魂飞魄散。哈哈，他的法力越来越恶毒。你是来提亲的？望伯父大人成全。也罢，反正阿宝的婚事一天不成，那个妖婆还会来上门找麻烦的。谢岳父大人成全。起来吧，起来吧。子楚知道岳父大人素来爱女心切，选婿甚严，虽然未得岳父大人首肯，但是子楚不希望阿宝委身下嫁，无能之辈。另一来，也令岳父大人蒙羞。所以，我已经决定赴京参加御医堂考试。他日子楚及第之日，就是令千金过门之期。好，有理想，有骨气。阎王爷啊，他们能有今天全都是你的英明果断呐、啊！我看啊，阎王爷是觉得自己做了好事，替他们高兴呢。我没有什么开心不开心的，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。好了，我们到别处去巡视吧。少爷，少爷，考上没有啊？考上没？你猜？哎。
什么比不上人家？你呀，才是最好的。不好的都是他们，他们只是不懂得欣赏你罢了。乳娘啊，我真的很喜欢他。哦，但他为什么不喜欢我？你跟我说，你跟我说呀。你这样喝酒也无补于事嘛。你要真喜欢阿宝，就去争取嘛。你为他牺牲那么多，他应该是你的。他今晚成亲了，做人家老婆了，多喝点啊，大家多喝点啊。我问你，你是不是真心喜欢阿宝？我真的很喜欢他。如果他肯嫁给我，要我死都没问题啊。孙子楚，我有什么比不上他的？乳娘为你做主，今天晚上你就跟阿宝成亲。结婚了，恭喜啊！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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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堂堂仙科御医第一名入赘你家，赵老爷，这下你可有面子了。是啊是啊。哎，子楚来了，来了。哎，子楚啊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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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，恭喜恭喜！拜见岳父大人。好，起来起来起来，情绪快快平息，大家都进去吧，进去吧。新郎来了，新郎来了，小荣啊，快扶小姐出去拜堂啊！小荣，快点扶小姐出去。小荣，哎呦，小荣，小姐，醒醒啊，小姐，醒醒啊！小荣，小荣姑娘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阿宝小姐呢？我不知道，刚刚我还在给小姐梳头，苗婆婆就出现，我就晕倒了。俊宁，现在该怎么办呢？宫村判策，你们快去报官。好，我们到柴家要人。好。助纣为虐，我们已经报了官了，还不快滚！快叫人！虽然法力高强，但你也不能纵容你们家少爷夺人妻子，你快还我阿宝。什么？你说还我就还给你啊？你是什么人呢？我是赵阿宝的丈夫。飞虎子老巫婆，我不怕你。不怕就凭你，老娘就要打到你不怕！今天我就不让你破坏我们家少爷的喜事！经过这么多事，你终于和我在一起了。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但不重要。嫁鸡随鸡，我会等。五年，十年，你总会喜欢我的。你记不记得，我跟你说过武则天和牡丹花的故事？你说什么？你想说什么？你知道我要说什么。你是一个聪明的人，你懂。你说我骄横霸道，欺世凌人，我是真的喜欢你吗？
你为什么那么讨厌我？我并没有讨厌你，也并没有喜欢你。但我真的喜欢你啊！我做了这么多事，牺牲了那么多，你看我现在成什么样子了？什么样子了？喜欢就是喜欢，不喜欢就是不喜欢。就算再怎么牺牲或勉强，都是一样的，并不能因为这样就能得到自己的所爱啊。不是，我要你，我现在就要你。柴少爷，没有真爱是两个人勉强拉在一起的，那只会貌合神离，无法厮守终身，你又何必偏执地爱一个不爱你的人呢？我感谢你，并也为你感到抱歉。为什么？我知道你为了我一定受了许多思念、嫉妒、沮丧、失望的煎熬，我感到万分的抱歉。但是你要知道，爱一个人就不应该让对方受折磨。如果你爱他，他的喜怒哀乐就会是你的喜怒哀乐，这你明白吗？从来都没有人说这些给我听啊。你家人从小对你的溺爱宠坏了你，但是感情的事是不能一厢情愿的，如果有缘就自然会有结果，若是无缘，你强求有什么用呢？你从来就没有得不到的东西，我拒绝了你，让你感到很不高兴，那其实你也不是真的喜欢我，你只是没有办法接受得不到的滋味。不是，我真的是喜欢你啊。其实你对我了解有多深，我们根本就没有好好的相处过。我问你，如果今天坐在你面前的阿宝不是这张脸这个皮相，而是一个丑女破了相的姑娘，你会接受她吗？柴少爷，你的心肠并不坏，天底下有那么多很好的姑娘，找一个你喜欢而她又会在你不高兴的时候为你流泪的好女孩，这样你们才会有真正的幸福啊。你要坚持下去的话，会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子楚，阿宝，子楚，子楚，你没事吧？阿宝，你有没有事？我没事，柴少爷已经答应要放我们走了。少爷，把阿宝带进屋去。怎么了？你听不见乳娘说的话吗？把他带走。乳娘还是算了，放他们走吧。什么？你不是说你很喜欢阿宝吗？为什么要放他走？乳娘，他都不喜欢我，留着他也没用啊。阿宝说的对，勉强是不会有幸福的。你不管怎么说，把阿宝先带进去，等我处理完这里的事再慢慢跟你说。走。乳娘啊，出去。嘿，本来今天是大喜的日子，我不想开杀戒的，既然你们活得不耐烦了，我只有送你们一程了。呀，子楚，你还是走吧，你不要理我了。乳娘啊，我们收手吧。乳娘是为你好，帮你收拾这班人。呀，苗婆婆，我求你放过子楚，我嫁给少爷就是了。你没资格跟我谈条件。哎，你必然要嫁给我们家少爷，孙子楚也一定要死。
苗婆，你所作所为实在太过分。是你？哼！啊，走运了，现在成判官了啊！天网恢恢，报应不爽。只要你能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这方为正道。将来，我们总有见面的一天。别跟我打官腔了，还久得很呢。到时老娘我也活够了。好，今天我就替天行道。你竟然颠倒天地，我算过我命不该绝。你想破坏阴阳法界，知道什么后果？一切后果陆某自会承担。谁可别过来！赵宝玉，你这个红颜祸水，要不是你，我们家少爷也不会弄成这个样子。都是你，我要杀了你！不要啊，如娘！阿宝，如娘啊，放他走吧！如娘，放他走啊！从小我就把你当成我的亲生儿子，你要什么我都一定答应你，但这回想不答应倒不行。藏起来，我告诉过你，我们总有一天会见面的。啊！我不要死啊！我根本就不要死啊！我的死期还没有到啊！你跟我到阎王爷那里去评理，走，你跟我走。你，既然你想评理，那么你自己看吧。生死册上面清楚地写着你的前世今生，你的前世积福所有108岁的寿命，但是因为你今世作孽太深，只能够有52岁寿命，最终死于非命。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快上路吧。就这边。
我们带了点东西给你吃。不用了，我没有颜面吃你们的东西。一切都已经过去了，别再急着了。是啊，现在你已经在为你所做的一切付出代价，没有谁欠谁的了。你们真是宽宏大量。我在坐牢的日子里，我每夜都在反省，所作所为都是因为我骄横霸道，任意妄为，不顾后果。人生难得有情痴，但若是痴迷错付，变成了蒙昧执着，不知善恶，不顾后果，那就实在太不应该了。没错，好像我乳娘啊，一经挫败就迷途不知返，宁可选择玉石俱焚，也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。其实柴公子，你也是性情中人呢、啊、现在迷途知返，回头又是一条汉子。子初很高兴能认识你这样的朋友。朋友？我们可以做朋友吗？我们当然是朋友了。又到这里来了。对啊，但是这个地方是令人开心的地方，还是令人伤心的地方？我觉得是开心。你知道吗？其实我很怕再来到这里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心里有个包袱，我怕哪天又经过这里，我又会对你视而不见。不会。你知道吗？我记得我爹生前跟我说过，当你觉得不开心的时候，就闭上你的眼睛，张开你的双手，然后深呼吸，呼出一口气，再睁开眼睛，心里的石头就会掉下，整个人就会变轻了。是真的吗？你可以试一下。是什么？这些都是我们的经历。
把他们都写下来，以后你再经过这里的时候，你就再也不怕了。卖衣舞，卖衣舞嘞，有鹦鹉卖，卖鹦鹉。他跟贝贝长得好像啊。阿宝，我是贝贝，我是贝贝。贝贝，你是贝贝？你不是已经投胎了吗？我是贝贝，我就是贝贝。投胎不是要喝孟婆汤的吗？你怎么还记得我们？小姐，要不要买啊？要要，当然要买。来，拿去吧。贝贝，想死你了。真没想到又见面了，贝贝。贝贝，谢谢啊。在阴间可以恢复人形，感觉怎么样啊？哇！